师傅刚修一幅，我怎么可以帮你啊？帮我联系你们主管啊。你别生气，你有什么问题你先说好不好？哎，你不要这么肉麻好不好？你说话怎么捏捏的？你好了，你既然你说你这样子的话，我就把单号告诉你，10999。我太得罪你了，10999。你不要在这里偷偷的笑好不好？做事情呢，现在是。先生，请您整理一下您的情绪，可以吗？行，你别生气啊，你继续说。我快被你吓死了。先生，我这边信号太好了，你能有点声音吗？你别这么大火行不行？有点无愁的。你是干嘛的？你是？我都被你吓得心脏病来了。我真的很郁闷。你这种声音能不能不要再发出这种声音了？会把狼招来的。我查单109998812。行，可以。我看你到底什么事情让你气成这个样子。